因为从2020年到现在，大家已经比较熟悉这套模式了。物业一通知，然后大家就开始做核酸，然后就封闭嘛。22号的时候，考虑说给业主要保证生活质量，也正好咱们每年不都3月份开始吃小龙虾嘛，然后我们就整体上小龙虾也有这个热干面，一个是过早的嘛，另外一个是宵夜嘛，然后的话就联系了供应商，小区是3336户，然后我们想多买一点吧，就买了3500份的小龙虾和7000份的热干面，本来预计说下午5点能到，最后我们到的时间都在8点左右，我们也都是无接触嘛，直接就通知了之后，大家就在那个门口去拿，看最快的业主晚上就把那个小龙虾就给做了嘛，今天上午还在继续送，确实也很不容易，看群里面目前的反馈大家都是比较认可，然后觉得比较有趣，业主就发朋友圈的嘛，带有一点小自豪，也有一点小炫耀那种感觉。